6月26日，肖战最新银发大片释出，国潮与科技感兼具，绝美回眸，贵气冷艳，酷似梦中的王子，剑眉刺客，水柱盘龙，浅笑氤氲观影间，化身为二次元水精灵王子，又酷又丧。肖战突破自我，挑战银发造型，魔幻与未来科技融合而成的大片，银发造型未来感十足，国风与科幻碰撞效果惊艳十足，一张剑魔脸，二次元感觉的肖战，你有感受到肖战的百变魅力吗？网友惊呼：哇哦，老公好帅！国风和未来科技的碰撞，未来战士肖1005号，科技与时尚完美融合，脑补出一部科幻大片。